Hello，大家好。那首先我们来到王者峡狼右边的传送锚点，然后将这个视角调到东南方向。好，进来。然后左边这里有两颗，继续，在我们右边有一个铁矿石，在这里有一个，然后继续前行。那这边的话有三个，然后在我们的左边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那现在的话累积七个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然后这边的话有能量花，大家收集一下。好，我们从这里下来。我们进入这个山洞。然后前面这里有三个，好，继续往里面走，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这里有两个，在前行的话，在我们左手边能量花的旁边这里有一个，我们下去，该出发了。在我们的右手边这里有两个，继续往里面走，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这里有一个。在我们右手边这里有两个，好，这边的话我们向右转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洞穴啊，你调查一下，这里就能下去了。下来之后，我们继续往这个北方向，前面的话有一个雷元素的啊能量石在这里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，好，将视角调到东北方向，然后这边草丛这里。这边的话有三个，拿完之后将视角调到东方向，然后这边有两颗，啊，前面还有两颗，下一步我们右转调到这个钩子这里，然后也就是我们南方向直接下来，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最后一个。好的，我们第二个点位的话还是王者峡狼右边的传送锚点，那这次的话将视角调到北方向。然后这边的话有个山洞，咱们先哦，不要跳下来啊，打开翅膀，将视角调到先调到东南方向。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两个发光的点，那这里的话有两个，拿到之后将视角调到北方向，咱们下来这个位置有一个，继续往这个北方向走。尽量不要惊扰这个中间这个沙虫啊！过来这个草丛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，然后将视角调到西方向，然后这边有三个，再将视角调到南方向，这边的话有两个，好，现在的话将视角调到西方向，过来，然后这边的话左边有一个。然后右边有一个，好了，下面来到我们巨人峡谷左边的传送锚点，然后将这个视角调到东北方向，我们跳过去，过来之后，在我们的东边，这边有两个，然后在我们左边这里有两个，好，继续将这个视角调到西北方向，前方的石头堆这里有两个。然后右转，东方向这边有两个。好，下一个来到神的棋盘左边的传送锚点，将视角调到东北方向，适应草勾一下，再往上勾，然后视角往这个东方向啊，爬这个山啊过去。上来之后，将这个视角调到东南方向啊，也就是这个草的方向啊，往这边跑。前面的话有块石头，这里有一个，然后绕过去，这里有一个，啊，这边两个，然后再往这个东北方向这边，该出发了。这边的话有两个，然后将这个视角往这个南方向啊，这边有一个。好的，下面的话我们从折金谷右边的传送锚点出发，然后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东方向。
我们从这个小山坡爬上去。上来之后，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，然后前面大家可以看到，前面的话有很多杂草碎石，这里有一个，前方有一个，拿了之后将视角调到我们南方向，好，然后这边的话一共有三个，好，下个点位三运河右下角传送锚点，然后将视角调到南方向。啊，这边的话有两个，好，继续往前面走，然后这边的话一共有三个。好，下一个点位的话，我们来到巨人峡谷右下角这个传送锚点，然后将这个视角调到东方向，好，笔直的往里面走。啊，前方可以看到有一个镀金旅团的营地，我们先往这个方向走。在这个前方这边的话有三个，然后左边这里有一个，总共四个。拿完之后将视角调到东北方向，啊，前方这里有两个。好，下个点位来到王者峡廊右上角这个传送锚点，将视角调到西方向，好，直接下来。你怕找不到的话，可以开启这个元素视野，啊，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个点位，来到遗忘行宫右上角的传送锚点，然后将视角调到南方向，下面的话有个山洞，顺着风的方向。好，我们进入这个山洞。该出发了。进来之后，我们左转，然后前方这边有两个，然后左边这边有两个。好，那我们收集就到这里。